就是矿业公司的游戏。点石砂石车可加速。太神奇了吧！他那一堆都是黄金，而且那么大量的黄金，麻烦了。所以这是一种，这是一个有关于矿产的经营游戏，可是也不算是经营游戏。怎么说？这种叫做什么游戏？种类似升级自己的公司啊，应该叫经营游戏，应该是经营游戏。什么？名望，oh no， 所以这样子一直不断的升级自己的东西啊，不是说我讨厌这游戏，只是不太喜欢，只是一直升级这个自己装备，觉得很无聊啊。去吧。哎，好慢牛。全去。什么粘到这东西啊？那这怎么办？我要按住他们。这黄金矿产怎么办？那怎么办？哦，又换走快一点。黄金创口，升级黄金装备，我还不能。天啊，我要睡觉了。我还要按着他们。不能走啊，我按一下走大概快一两秒这样。我搭火车吧，这样我可以升级快一点吗？这个怎么升级啊？哦，这个卡车，我应该升级卡车。黄金经验值。哎，快点！快点走上去啊，慢卡车。这1%而已哦，太伤心了！快点走下去啦，真是的，还要我去按你，加快一点，快点，快点给我去工作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啊！哎呦，我慢死了，快点啊！这个呢？你给我滚快一点！死的！
像每个都那么迷你啊，加快一点啊，快点，哎呦，提升名望耶，然后呢就这样，诶，全新名望二，宝藏，有硬币，有矿币，找到矿币了耶，花就花肯定耶，太好了，哇，好多钱啊，才2.5，好伤心啊，哦，要使用快转，一定要使用快转吗 ？Fine， 什么呀？我已经使用快转了，被骗了哦。加速加速，前面给我加速，去你的，快点同学，好呢，哦，飞机直升机干嘛，哇，真的吗，耶，被投资了，这个家伙会再快一点点，一个人，黄金、矿币、币，
用免费盒子 ，yes。又是人 ，OK。耶，有人了，有人可以帮我了。金币交易，什么？等四个小时来收集我的东西。哦，免费盒子，16、13、13 ，new， 哦，我有一个了。OK， 领取，耶、yeah! ！然后呢，开启箱子，我刚刚开。怎么这样？使用，耶、yeah! ！啊，我要等四个小时。矿场，它其实做的还蛮用心。这个嘞，红宝石，所以这个就是有关于矿产采集的经营类游戏，大致上就是同样的套路啦，你要收集你的装备啊，然后看广告加速它的时间啊，然后要等待啊。你的员工升级啊之类的。这样子的游戏啦，那就拜拜了。天哪，我没录到。